水沟穴出自针灸甲乙经，是督脉的穴位，别名人中。水指穴内物质为地部精水也，沟水液的渠道也。水沟名意指督脉的冷降水液在此循地部沟渠下行。本穴物质为素髎穴传来的地部精水，在本穴的运行为循督脉下行。本穴的微观形态如同地部的小沟渠，故名水沟。中医认为水沟穴能醒神开窍，清热息风，主治昏迷、晕厥、癫狂等疾病，是中医抢救危重病人常用的急救穴。古语有云，急救水沟谋，即水沟穴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急救，是我们身体的保护神。这个穴位之所以能够救命，从中医角度来讲，人体出现昏迷、晕厥、癫狂，是天地之气不同、循环中断的缘故。而水沟穴为手足阳明与督脉之会，刺激它可以使阴阳二气相接，人自然很快就能苏醒过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中医急救之法，刺激水沟穴。水沟穴的位置很好找，位于人体的上唇上中部，当人中沟的上三分之一与中三分之一的交点，指压时有强烈的压痛感。急救时刺激水沟穴最好的方法是指掐，这样可以达到针刺的效果。用拇指指甲盖的边缘部分顶在水沟穴处，用力以适当的节律进行掐按，也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同时用力掐，给予水沟穴强烈刺激，可以很快使人苏醒过来。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头昏或中暑，也可以采用按揉法刺激水沟穴，以大拇指指腹按住水沟穴，此时可感觉穴位局部酸胀疼痛感较明显。然后以水沟穴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度，由内向外进行旋转按揉，每次可按揉两分钟。以上操作方法均可单独使用或搭配使用。